生的宠爱的朱鹤松。不如每个徒弟都能到家里去，跟着师傅去学习，一嘴一嘴就给说这个节目怎么演、怎么说的。没有说演员有这么好的待遇。徒弟一多就分三六九等。哎，我们就是那个九等。对，为什么这么晚才上来？就是让人久等了。好老的一个心。真的，这是有这个包小钱拉灯才没逮着。这是对于我们哥俩而言呢，郭老师更宠幸他一些。宠爱，宠爱，宠爱！要宠幸我，我就给他捧哏去了。你大大方方的干嘛呀？你这偷偷摸摸的有什么背人的话？我刚说，爸爸。哎，家里来那么多人，不说一声。近二年来说吧，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也是开了窍了啊，自己对于捧哏有足够的见解了。哎呀，我学到七十八十，略窥门径。只是说你来说吧，对于幽默感的理解跟大部分人不一样。有时幽默好加幽默，有时幽默好加幽默。